We are ready。团员展现脆弱优雅与大方自信，并保持自然的微笑。经由长时间的练习，培养出与伙伴们之间的团队默契。接着是高难度的交叉行进，团员们在彼此抽身而过的同时，仍然要维持自身一态，维持台面整齐，注意步伐一致，透过团员间绝佳的默契，展现出最完美的画面。谢谢团员们非常精彩的示范。同时，我们北大青山团的服务经验也相当丰富。为了要适应长时间的久站，肌耐力的训练就显得格外重要。我们现在所要示范的就是北大青山团独创的螳螂走路。使用腹部及大腿的力量，向下深蹲锻炼肌力。除了螳螂走路以外，我们更通过太空椅、瑜伽、体式等等等训练大腿及核心。训练过程当中，就像我们刚刚在成果展示表现的一样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独创的东西，就是螳螂走路。那为什么要训练螳螂走路呢？我们主要是训练团员们所有的大腿肌耐力。那我们因为长时间的久站是非常需要肌耐力的，所以我们都会特别加强的训练我们大腿肌耐力的部分。那同时也就是使用了刚刚所说到螳螂走路以及太空椅，还有一些瑜伽体式能等等，来训练我们的大腿肌耐力。我想这应该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大家最难忘的一个环节。快乐，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